真的觉得做最对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两个孩子都在他爸爸身边。即使我自己一看孩子，我心里面很难过，可是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。我不希望孩子受苦，我希望孩子能够过一个很幸福的生活。我们母女缘分不会断，一定不会断。跟我生活在一起，他住在日本很久了。你看一下，我们装备那么大去澎湖，搞那么大的行李箱。这就是我妈妈。Hello。那我们先去check in，走走走，我们快点去。我们想要托运，我很怕行李又超重，因为我到哪都超重。那你觉得你现在这样几公斤？大概有20几吧。很轻哎，13公斤而已。你进步了。20多岁去过一次花莲，但没有去过澎湖，没有，是第二次。我也是第二次。我跟你说，之前出国都跟我一些固定的朋友，但是最近呢，跟他们已经有法律诉讼了。详情请看这部影片。不好意思，我可以跟你合照吗？哇，好，来，我帮你拿，那么巧，在后面就有一个。对啊。漂亮吧？这个超漂亮，墨绿色，一毛钱都不用花。我那时候前男友跟他去意大利，我的行李东西都爆炸，所以我跟他借一个行李箱。就回来之后，我也没有还给他，这就用到现在哦，这就是我的了。谢谢。我们等一下先取车的手续办一办，准备去买东西吃。瞧一下就好。五个人有位置吗？如果五个人有后，好，那我先跟人可以共享。你明天的水上是下午1:30的，啊，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行程吗？要动都要变成全部就要动到了了。明天就是一个水上活动。跟我讲。我跟你讲，第三天的行程有没有？我们早上去玩水上活动，然后我们就直接拉到二坎去就好了。二坎那不要了。不是。跟我讲。我就是第三天直接水上就回去了。那个行程我先帮你问，你帮你排上去早上的行程。第三天行程你们就明天早上穿插。好，穿它。我宅在这都没有吃饭，我还饿死，而且好热。还是你要吃那个？吃 seven？ 不要！来澎湖吃 seven， 要不要去中游喝鱼油啊？不是海岛吗？怎么妈一点鱼货都没有、啊？他们也太早了吧？对呀、啊，真的很懒。终于找到一间小吃，让我们坐下来。要穿比基尼吗？比较好看，拍照会很漂亮。所以只有我一个人穿比基尼吗？当然只有你一个人穿。那就我一个啊，那不然怎么办？我穿这样会不会像神经病啊？解一下。现在要去这个船了，结果这个船竟然叫我穿什么比基尼？看我穿里面还。是泰伦男主的爱子布隆，我的偶像是我啦，讲一下。船上的餐厅，怎么说会看到的？它这个是不同种类的。那这次还不错，带你来澎湖还蛮好玩的吧？不错。这个要男生来开，可我们这些男生都比我还瘦。过来了。真的？那个送我。对。哦，我就不会开，我找不到缝在哪。我只会看到 B 的缝，但我就看不到，我不知道缝在哪。哎，海报，吃饭。
很大只哎，它为什么钓得到？为什么钓不到？因为这教你好了。好，我们这样的话，旁边这个轴把它夹着，因为它是活动的。我好多鱼在咬我的饵哎，你看，它们在玩我的饵，看到没有？我怎么知道有没有？因为这两只都蛮大只的，在拉扯，你会瞬间被它吓到。我不怕，快点快点快点帮我帮我，快点帮我！拉起来拉起来，有鱼来了，把它拉起来！我看到它那么大一只哎，钓起来钓起来！我看你根本用嘴巴钓鱼，干甩呀！甩呀、啊！甩！好，那你去帮我丢鱼头。你为什么穿成这样？你不想穿比基尼吗？啊，下面是比基尼吗？船上都没人哦。你有钓到鱼吗？我扑到了。拿这个黑糖柠檬奶真的好喝。我大概选了十个料吧，那老板没有跟我收不多钱，他跟我收就是一份料，就把它签个来。热了。OK， 老板娘，我签好了。比基尼耶，是不是有保险？不一定，因为我就是要晒黑啊，最近太白了。想抓鱼，那你要自己选一个工具。你觉得他等一下背得起来吗？看他收四条，他就背不动。那个小朋友还搬那个。干哦！大，勇敢石斑鱼。你觉得你抓得到鱼吗？会不会一条都没抓到啊？我还不会抓到这个水母。龟缸儿，你都抓不到你啊？怎样？游泳啊，我躺在海里面啊，给它晒。一人一订阅，救救林嘉玲。是我的黑吗？我就想要跟你一样黑。就算最白的，直接惨败，应该会发亮。我也是啊，天，你知道，我是墨西哥人。太漂亮，太漂亮！看到，看到，我在那边。快点，那里，那里，那里！哎，全鱼大家快点，堵住他们！哇！抓到了！抓到了啦！帮我拍张照片，我觉得很酷。三二一。你明明就想泡水，哎、欸，这里有一条鱼哦，你真的超厉害的，三只了，超滑的，下一个先，好，上来先投胎，先投胎，我们有三只鱼可以吃了，耶耶耶，哦，两只死鱼，还活着哦，还活着，可以捡一个海鱼，啊，可以游，你要把它去游哦。它真的还在游哎！你看它还活着，它还会活半小时，所以它是鱼界的强强。你拿得动吗？拿得动。哇！不动吧？不会。这个一路要背河堤到那里。好吧，那我不背了。走。抓人超好，抓人超哦，好啊！哦，好厉害！好，换你。我不会受伤。这次我们刚刚抓起来的鱼啊，哎，很好吃，很厉害，超级鲜甜。嗯，晒伤了啦，我以为就不会晒伤，突然狂晒，就现在晒伤了，整个是红的。哇！你玩什么？怎么办啊？我疯了！快把真的芭比 Q 了！那经过这个恐怖的跨海大桥，
管啊，他说你大概跟我差不多年纪嘛，他55年次的。我说我比你大，他说哦，那你看起来年轻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有，嘴真甜啊。对呀、啊，做生意的嘛。我们要吃什么？仙人掌冰也不错哎，那哪一个？还用我要？这是仙人掌的果汁。很酷哎，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哑巴吃，你要不要手摸一下？它可以直接吃吗？不行，那个刺不能吃，会有毒哦。它会哑巴，这个会也变哑巴啊、哦？对啊，那直接强强吃。对啊，啊！直接强强化，里面的果肉直接吃哦。对，直接吃可以。很好吃，很酸。嗯，海燕窝好好喝哦。我们来到这个超漂亮的玄武岩，好吗？厉害吧？有壮观吗？厉害厉害，真的。今天是我们带澎湖的最后一个晚上，有趣吗？有趣啊！没有趣的话，我连酒都不想喝了。你们之前还有出去玩过吗？上海跟广州，然后去日本的时候会找他，对对对。在台湾好像第一次哈出来玩，对对对，真的第一次。印象最深刻的是三人去逛夜市，你知道夜市有很多人啊，你带他走，他不见了耶，我吓死了，赶快回去找啊！你没有找到，我还好不见了，没有。然后我就回去这样捏捏找，结果找到他，他在跟老板聊天。我看到他现在在跟人家聊天，我想一巴掌打下去。我还是说，有的时候都会来看看他们这样子。所以他3岁之后，你就也到日本去。对对，我就他就回去了。那他就跟爸爸。对对对，他那时候比较不是那么爱讲话哦，比较文静一点那个时候。因为我不知道他是我妈妈。对，但是你后来看到我吗？有啊，两年一次。有的时候中间有很多年都没有了。那叫你什么时候才知道这是我的妈妈？小学六年级。那你在日本的时候会想他吗？想啊，很想他们呐、啊。真的。这问题是说，我既然把他们留在他爸爸那边的话，那我就只有自己去忍呐、啊，就这样说。印象是比较深刻，就是我离开他们那个时候，我不敢看小孩子，我看到小孩子就会想到自己的小孩啊。我走到哪里去，我都不看小�孩子，最少差不多哈、哦、有3年呢，都不敢看小孩。对，我3年不算短日子啊，然后慢慢就比较稍微释怀了。我如果说不希望他们过得好的话，我就把他们带走了。那我何必不愿意做那么自私的事情，懂不懂？不能把自己小孩子的一生去怎么样做个赌注，我绝对不会的。我不想要去看烟火了，逼迫了，我爸后悔了。那要回去吗？剪刀石头布，你赢，留我赢，回去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回去，还是要回去，还是要下去？顺便看，还是回去看？回去看吧。回去看，你们看想怎么样嘛、啊？好了，下去啊！妈的嘞！我跟你讲，我们只给这5分钟，来了就来了吧，沾一个边吧。5、4、3、2、1。真的觉得做最对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两个孩子搁他爸爸身边，让他们两个可以受到很好的教育，然后有一个很优越的生活。即使我自己看孩子，我心里面很难过，可是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。我不希望孩子受苦，我希望孩子能够过一个很幸福的生活。我做这个事情绝对是正确的。我明白啦。那你那个时候有误会吗？小的时候我真的不懂东西很多，我年纪太小了。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很幸福啊，因为我孩子都长大啦，然后我孩子都能够知道妈妈的心意嘛，然后呢，孩子对我也非常的好啊。像我现在回来台湾，然后呢，哎，我女儿也帮我弄了最好的安排，对不对？你让我在这边过得很开心，我觉得够了，真的觉得够了，真的、啊。
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跟妈妈说的呀？我觉得因为我小时候不懂的东西真的很多，但是就是但还是有这个缘分继续的，对，还是有这个缘分的，就是我们母女缘分不会断，一定不会断。小时候东西真的太难说了。小时候那个分开太久了，这个是这辈子没有办法分开的血缘关系嘛，是我该尽的责任。我本来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啊，我不管是爸爸或妈妈两个，我都会孝顺的啦。在家里的妈妈，我通通都会孝顺的啦，也是他们陪着我嘛，都是有嘛。对啊，这是我应该做的责任。你把我生的肩膀是担当很大的，我跟你讲，我比男人担当还有担当的耶。金牛座，他跟我一样 A B 型。金牛座，我们两个都是非常非常相像，我们两个都很执着，个性太相像，有很多地方也许会有一些隔离。可是我非常相信，我可以变成很好的母女。我年轻的时候就跟他这个样子。跟你讲哈，他爸爸跟我吵架，结婚刚我就把他丢下去了。我这次回来哈，我真的很感谢我大女儿。为我做很多的事情。哎，还是你要跟我们一起去欧洲玩啊？我想去，我想去。真的吗？来帮他订啊。老板，这个是我妈妈呀。我看姐姐。我64岁。我要叫她妹妹。有空再来玩。一定啊，老板，我们一定来找你玩。老板可气了，而且又善良，还帮助老婆婆。干你娘！谢谢老板。啊，有空再来。再见，再见，有空再来啊。啊，对，我现在想起来一件事情，他2岁多的时候，我带他去跟我一个朋友去喝咖啡。嗯，我朋友听他讲说干你娘这样子。所以干你娘这句话我应该很小就会。你从小就会啦，就是代表我学习能力非常高哦。现在要去玩水了，早上9点的水上的活动。去完水上活动，我们先去还车，然后我要去机场了。你们觉得今天素颜怎么样？我们今天废话，我的素颜差很多吗？差。就在说你化妆技巧啊。那我要差很多，我要差很多。等一下要去玩水，赶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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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去沙滩喽。哇，这什么呀？白白的耶！看一下这样眼睛不会起雾。好好的，我站在衣服已经快死了。你这是溺水吧？林小姐，你的饲料都放不下了。好险有找到，大家才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些影片。
那你们觉得澎湖东西好吃吗？我觉得蛮好吃的耶，牛蹄牛的意大利，还有仙人掌冰，那个鱼的面线啊，当都很棒的呀，都很喜欢。喜欢我们影片的各位观众，希望你们多多支持，然后按赞、订阅、启小铃铛，开启小铃铛，谢谢大家的支持与爱护，拜拜。